梵净山索道能到山顶吗？不能到山顶。由梵净山坐索道的确是可以坐上山，只是坐索道上了山，仍然还要爬很多的路，很多台阶要爬。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，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印江江口松桃西南部三县交界，靠近印江县城、江口县东南部、松桃县西南部，系武陵山脉主峰，是中国的佛教道场和自然保护区，位于铜仁地区中部。梵净山总面积41900平方千米，其中核心区25800平方千米，缓冲区2800平方千米，试验区13300平方千米。